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，就还是当年我们看小龙女的时候。我觉得肖老师以后也会也是这样。我从来不吃零食。屁嘞！你刚才吃一个。就是牙齿。我想把花絮拍下来。就夸奖你们的话，来让你们变得好看。因为你们看阿令已经让你们变得很好看了。如果你们坚持看到大结局的话，你们就会变为世界上最好看的人。很厉害，我夸不出来，对不起。